婵漂亮的容貌、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，也被多次搬到大小荧幕，被各式各样的女明星演绎。李连杰的老婆励志早在1987年的电视剧《貂蝉》里就饰演过貂蝉这个角色。励志的脸型略宽，这个齐刘海更加显得她脸宽，并没有将貂蝉倾国倾城的天人之姿表现出来，只算得上美貌如花。宁静也曾经在《曹操与蔡文姬》这部电视剧里饰演过貂蝉。虽然很喜欢宁静的大院儿、《大秦帝国之纵横》里的宣太后，但是还是不得不吐槽一句，貂蝉这个角色不太适合她。陈好的貂蝉一袭白衣飘飘，不得不说扮相还是极美的，扬起水袖跳舞的这一段惊艳了多少人。这一套红衣装束也是非常漂亮，所谓的伊人如画，皓腕凝霜雪，不外如是。古力娜扎在武神赵子龙中被誉为史上最美的貂蝉，不得不说娜扎的貂蝉扮相绝对是她演戏生涯里最美的几个角色之一。陈红曾经饰演过两版貂蝉，1994年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正剧范儿，她能轻松驾驭；吕布与貂蝉浓浓的杀马特风的造型，也依旧无损她的美貌。